出花儿，靓仔都不出花儿了。你同不同意这个事儿吗？你这事儿我。那个我不着急，让他洗洗想。想啥呀？闺蜜不好看吗？好看吗？配不上你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他我配不上他。那个没有啊，我还是考虑考虑吧，行吗？那个我上个厕所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跟他一块儿待吧。那个走了好像，那个你应该提前知道这事儿吧？知道啊。那你还带他过来？咋了？人家喜欢你，我就带过来了。人。不是，那他今天，那咱俩之间算？咱俩好朋友吗？认识了3年零26天的好朋友，铁哥们。铁哥们，不是，你就一直认为咱俩是铁哥们？我从大一到现在对你啥心思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真不知道，你不是你俩是不是逗我呢？就是串通好玩还是骗我一些啊？逗你啥？人家喜欢你，正好你俩处对象，咱俩以后还能一起玩。你要是跟别人处对象，咱俩还不能一起玩了呢。啊，就是从大一一直到现在，你就一直把我当好哥们儿呗？那我今天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你说什么？我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我怕毕业了以后说就来不及了。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就当没听着，你跟妈妈好好处。我去看看他，我看他怎么没回来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。我毕业之后可能就不在本地待着了，可能要去南方。今天可能是他最后一回那啥见面了。你有啥跟我说的？一分红色，就没别的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，陈多姐，以后可能真见不着了，你就没啥跟我说的吗？